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上一次我们做把这边的任务弄到快结束了，现在最后一个阶段，应该啦，因为1、2、3、4、5嘛，这集算是把它完成。但是有一件事情要先做。上次没有看到聊天室，所以就没有听到大家说要换什么。这集就先去换一下装备吗？一直叫我换装备。因为我不想花钱，所以我换这把好了。它速度比重型武器快，装备一下，然后升级它。再来是装备。他们都叫我换紫色，就换吧。那就这样，开始玩吧。Bien sûr, je cherche une boutique plus en ligne. Qu'attendez-vous de moi, citoyen ? Qu'est-ce qu'ils veulent pousser là ? Vous aviez vu ? Eh ?有人骑，怎么回事？哦，有收集品。找到你了。原来会有士兵，是因为下面有个红色宝箱吗？2楼，3楼。没有窗户可以进去，另外一边看看。Is that some new fashionable exercise? This is my patriotic
You can't shake me either! 哦，这些敌人怎么都是……那个宝箱是几星的？二星的。啊！哦，死了，死了！居然死了！人也很多。敌人真的好强哦！我只是想要俯瞰而已。我想不太去。我进来了，我要怎么办？哦，对面。附近有冲突的时候没有办法同步。这个区域的话，屋顶就站了好多人。定位嘞，老东西。
安安。你把声音关了，所以听不到我说话。哦，那我还需要回应你吗？箱子在地下，会不会在上面？啊，这不是我刚开始来的地方吗？好痛啊！哦！啊！今天怎么回事？一直死。哎，那个是上次的地下道的话，锁是解不开的，就继续前进。我已经死了好几遍了。啊，是窃贼啊！我以为是那个吓唬。自己都快跑到跌倒。How are you, friend? Hello, my friend. Speed, citizen. J'imagine que c'est dangereux. L'effet de répétition. The use of titles, armorial bearings, and any vestiges of the orders of knights.可能是最后的任务。It's time to put a stop to les actes des apôtres. Unfortunately, their leader Renard suspects we're after him. He's gone to ground somewhere in the city. We need you to draw him out. Our contact is waiting for you in les Invalides. Good luck. Home of the rabble in 1770. Your friendly frontier inspector.All trade within the borders of France is now duty free. Go ahead, bring your people. 超级无敌远。哎，一颗星的。来解一下。哎，啊，还好，打开了。我觉得我有需要补个东西。哎，啊，找错人了。
当然嘞。在楼上吗？哎，在楼上。我满。啊，前面是司法工哎，他穿过司法工。到了没有探索的区域了，还有500，加油啊。哎，新区看一下，四火学院枢机主教马萨林是个非常需要赎罪的主教，但他留下200万法郎打造这座学院，虽然这只是他在法国掌权18年后的财富的一部分，那也是四国学院60位教师一年的薪资。四国学院的名称来自皮埃蒙特、雅尔萨斯、法兰德斯和阿图瓦这四个地区。该学院是巴黎最好的古迹之一，它设有法兰西学会和精湛的马萨林图书馆，内藏有275000册书，其中有不少来自那些被送上断头台或移民的人，以及简称路易卡佩的路易十六。他还提供了塞纳河的美景。1793年，这个学习的宝地变成了监狱，又是监狱。即便巴黎在当时基本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他首先的囚犯包括画家的雅克·路易·大卫，尽管他刻画了马拉与洗澡死亡的图书，还有无痛死亡的倡导者及约丹医生和教导皇室子女的家庭教师图尔泽夫人，其中教堂部分后来成为保留少数特权的糖果店。变糖果店哦。哦，有帽徽。顺便。应该是在那最上面吧。没错，的确是在这。这附近还有一个收藏品，有看到了。走过。又有一个帽徽。这个是，这是什么？这是温室吗？哦，有温室哎。哦，又到一个新的区域了。
而且还是四星的。为什么会卡在那里啊？波旁宫，这座宫殿坐落在从前的堡垒之外，但十分接近之后新建的路易十五广场，现名为协和广场。当时这里是做自给自足的小城市，随着城市不断扩张，这里也成了一处安全的避难所。在这座宫殿是由路易十四的私生女，之后被立为迪四及女侯爵蒙特斯班因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新建。路易十五请人对这里进行设计，好让广场南方变得更为明亮，这座广场就以它命名。直到西元1790年，在革命年代，这座宫殿收归国有，而五百人会也利用这里来进行协商以及并制定法律。这个吧，感觉还不错的地方。是谁在这边生一个火？终于，我们快到了。沿路都没有什么恶霸啊、犯罪啊，什么都没有。巴黎荣军院，无论是亨利四世和枢机主教黎塞留。都曾经尝试但失败，建立医院以及照顾失能的士兵。太阳王路易十四通过向修道院征税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成立于1671年11月30日。五年后，他照顾了大约6000名的士兵。1789年，巴黎的暴徒冲进医院，夺取存放在其地窖的大炮和步枪，以攻占巴士底监狱。大约50年后，皇帝拿破仑·波拿巴被埋葬在这个伟大建筑物的镀金穹顶下。虽然今天荣军院主要是一个博物馆，但它仍然是养老院和医疗中心，大概有100位老人或受伤的退伍军人在此。当然是新的退伍军人，绝对不是100多个从1780年活到现在的退伍军人。这根本就是一间超有效的医院地狱了。有个帽徽在哪？哦，地上哦，好吧，也该下去了。啊，等一下，不是在地上，不是在地上，我看到了。这是什么？这是天桥吗？
怎么一瞬间我就被包围了？宝箱在楼上。居然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就潜入了，可惜是三星解不开。在干嘛？哎，好，我们终于到了。Good, you're here. I think I know how to draw Renara. I've put it about that I have for sale a certain diamond necklace. Renard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use it as a rallying symbol for his troops. There's just one problem. Yes? I don't have a diamond necklace. I'm sure I can help with that.那我现在要找出教室，偷他的钻石吗？首先先到屋顶吧。啊，超多！啊，等一下，怎么已经？哎，枪兵好像血都比较少哎。一枪！这会不会太扯？怎么会有个帽徽？不是都拿了吗？不同的呀。啊，射不到！糟糕！Come back here and fight! Where are you? Sticking from the我觉得这任务超级不妙。
Watch, dog! Next one's fatal!先解决掉上面的枪兵才行。Hold a moment, citizen. 班长不是办法。范围外，这只的话可以。然后再来就是你。好吧，既然他是一直走的，那我等他往另外一边走的时候过去吧。I'll have a word with you. Wait a minute. You can't fight, maggot. Got you.我觉得我应该要补一下子弹，对不对？都没有子弹了，太夸张了。解决枪兵之后，我丢颗烟雾弹下去，应该就可以像之前那样子全部杀掉。又惹到你们了，我只是想买个东西而已。If he wants to kill Templars, let him kill Templars. I've done him all I can.